不過真的很難做的，做兒童節目主持辛苦的，因為嗱，你自己又唔係嗰個 age group 啦，已經係咪？你唔係同個小朋友已經係好大嘅呢個年齡上面嘅距離啦。咁但係你要同佢即係溝通，溝通啊，融為一體。你要追翻佢哋個潮流啊！啲小朋友而家中意啲咩玩具動畫啊？咁你要知咧，好多小朋友所謂嗰啲童星咧，其實好難相處噶嘛。又唔知可能係嗰啲爸爸媽媽好重噶嘛，嚟到即係我嚟玩咧，我覺得我自己係明星嚟㗎，有機會係。是不是可能紀律又麻麻地的，那余德成本身對小朋友的耐性是怎樣的，喜不喜歡小朋友的先？我又不算很喜歡的，咁我自己個人咧，成耐性亦都係冇乜。不過咧，我對小朋友都特別有耐性嘅，咁所以都 OK 嘅。不過而家講真啦，而家啲小朋友好多咧，好似你啱啱所講咧，佢哋聲味好勁嘅，有幾個咧聲味勁過我啊，行出嚟有台型嘅大佬，有做得好黐跟住係啊，俾面色你睇之餘，可能你聽到啲聲嘅啫。是啊，好勁啊！你喺 NG 加埋我哋點行咧？你企呢個位啊！你企呢個位，你企開少少擋到我啲光啊！你黐住咗我鏡頭，好聰明，好犀利啊！啲小朋友好犀利。